你不用问他吃不吃，反正他是活的，新鲜的，怎么做都是蛮好吃。韭菜，越南的，越南基本上不吃啊，不吃韭菜。天气冷，就是干，而且合适。小黎，那今天早上是我在留在这水谷这个地方呢最后一个早上了。今天12:30我们会上车回到那个哈尔滨的城市。那么在这边的3天2晚的话呢，我也是有一些总结想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这几天住的民宿，在水谷的。那么怎么知道这个民宿的话呢，只是一个缘分，我随便查一下那个抖音，然后就看到他们家有在一个视频留言，他们家就是在一个很红的一家，就是老姜就是在旁边而已。其实呢来到这当时我订了的话呢也没有上什么平台订，他们说你就的决定来的话我就给你留个房间，反正他们家有这边也是房间，那边也是他们家的院子一共有20个房间，所以呢房间还算蛮多的。而是呢他们在网站上也没有那种像别人家做的那个各种平台推荐，所以也是挺少人知道。当时我订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担心也没有什么连接可以进，然后直接跟老板那边沟通而已然后反正看了一下的话呢觉得还是可以的，然后决定就来这边住。那来了的话我就发现老板娘还是挺热情的，只是呢他们家的老板娘年纪有点大了所以呢也不会搞什么网红所以生意没有别人家那么好。但是住在这边的话的确是很舒服。我这个视频是不受任何广告费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说呢我住在这里3天2晚的话呢，我就自己觉得那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住的话呢150一个晚上3个人可以住或者4个人也是一个价格，所以这算起来还是挺划算的。那住在水谷这个地方呢，你们可以选择是水谷穿越水巷像我们的那个看前面的视频大家就知道那种穿越是什么样子了。然后水乡晚上你就回来水谷这里住，那这样的费用你划算一点，而且那住这个水谷的确是你的体验比你住在水乡那个地方非常无聊的那个地方好很多。我们住在这里2天还是蛮开心的，而且然后你吃什么东西呢在外面都有卖，或者直接找老板这里我们拿一下让他们炒给我们吃也是可以的有什么不知道直接找老板他们订一下今天我问了一下他是为什么人家这么好的话没有查核人，就是年纪大了不会搞什么平台搞什么网红的，所以周边的人家都搞网红把自己的家红起来了，但是呢周边的条件的确没有他们家好，所以呢如果你们有打算来这边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他们家上面有他们的这个手机号码，你们自己去联系一下在这边呢看一下这个院子前面那个地方就是大家来滑水滑水在那边的，人家有卖票刚开始来的话那个人说100，然后来呢他说是50都可以玩，反正这个地方你随便玩水你来水上是没有那么多的免费给你，这边你泼水什么的随便玩水的话全部都是给你免费的。还有这个衣服拍照的现在流行的东北姑娘的拍照的话呢老板娘也是免费给你，你穿越的东西你插什么东西找他买，或者那他直接免费给你接用。我是这个汤的话呢我是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做到了我觉得我以为我做不到的，我徒步的8公里的经过6个小时的爬雪山来到雪山那边，这鱼对我来说的话呢非常
有意思的一个挑战。所以呢，如果是想挑战自己的，想做一个比较对自己留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印象，美好的一个旅游的话，大家也可以参考我前面几个视频。有什么不懂的话，大家可以留言跟小黎联系哈，我会分享我知道的哈。我去看看你抓鱼哈。看我抓鱼，杀了，杀杀杀。淡水鱼，哦，残眼，残不残眼？残不残眼呢？嗯，残眼。这里的整串的锅都是这么大，对，天哪，大锅。然后怎么洗呢？怎么洗？对啊，刷呀，用刷，刷然后倒啊。对，哎呦，盆都，盆都在这里。嗯，大锅，这也是个大锅，要不拿掉？是吗？大锅多，锅多。嗯。哦。活鱼现杀。嗯。然后那个采点。青菜、醋加叶了，猴头蕨菜了，就搞飞燕，那就是上山搞飞燕。哦，我们就采点菜，哦，采麦田，就麦田，嗯。哦。跟老板了解一下，去抓鱼回来了。嗯。抓了一天我都没看。在这边你们有没有能养猪啊？养养啊养啊，吃的肉都是养的。那这么冷的怎么养？哦，哎，不怕冷，新鲜鸡都不怕冷，活的，这是活的。哦，还可以养它。对，可以养，它有个棚，给它盖个塑料棚。那你们家有养吗？嗯，有养啊。有养它。嗯。这就在棚子里没看着吗？哦，没有。哎，就刚才抓鱼在棚里都有。哦。没看着。生活费高吗？生活消费啊？生活消费不高。那一个家，比如一个家三口的话，一个月多少钱是可以的？并不多少钱，我们也不买菜。嗯。我们吃的菜，萝卜呀，都是自己种啊，自己种，都是自己种的。我还以为家里吃的东西都是要买。你说刷这么甜太活了，生命力可强了，生命力好强啊！嗯、你说太活了。一家三口用到3000块钱吗？也用不上，我们就吃点米，我们这边也不吃青菜，就是大白菜、萝卜、土豆啊，完了吃点豆腐什么的。今天早上怎么没人？没到时候，要是下午到啊。现在能来吗？今天你们家有多少螃蟹呢？有，就是不是很多。到4-5号吧，开始了，应该上来了。嗯、他们学生放假，高峰过去了，已经要。已经就是高峰，就准备过那个过年的时候，应该是到对对，就过年时候那是肯定了，每年过年时候都高峰，人多。因为初五，成初对吧？嗯，成初。看看那一桌那个东北人做鱼怎么整？你们应该怎么吃啊？我们呢？我们呢？煎呐、蒸啊，或者煎成，然后要掰。那你吃你那个习惯，你做呗。啊，那我做，你们能要吃东北菜呀、啊？哎，那没饭呢？没饭。那用啦。嗯。你做呀，鱼。鱼啊，你做吧。鱼。都吃了，这鱼都好吃。那我切点蒜。那好的好吃啊。哎，好，妈，先呛个汤。嗯，我给你接点热水的啊。你先少放一点。没事，差不多了。不能蹦，有时候它啪一下就蹦了。
放点这个。嗯，这鱼老好吃，加点热水，对，就是来一个鱼啊，还来个就是来个鱼，青菜，来青菜，青菜啊，来个啥青菜？那有豆芽，有那个有麦菜，有黄瓜，还有黄瓜。黄瓜他不吃凉，他好像不吃凉的。油菜，油菜不是油麦菜，爆炒油菜。行吗？行，油菜韭菜，韭菜韭菜，韭菜炒鸡蛋，嗯，好，行吧。这个点的是啥呢，嫂子？炒大蒜可以的。在那边炒大蒜，炒大蒜不要炒鸡蛋，炒大蒜，韭菜炒大蒜，头一次听是吧？按照你们的说法，这是放一点点糖，提提鲜。韭菜炒鸡蛋。你没拿过来韭菜啊？没拿，炒鸡蛋呢，炒大蒜，哪有炒大蒜？你们这里吃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吃的东西比较清淡，不辣不油。油啊？油少啊！你去重庆、成都那边的你就受不了。全是油。全是油腻的东西。哪有麻辣？这里有吃麻辣吗？麻辣哈。麻辣。也有的。应该没有他们那么浓。对。他们特别浓，特别好。哎呦天，他们吃不咸辣。它油也不好吃。对，太浓了。太浓了，失去它的那个味道了。这个怎么发这个吗？不完了，一会儿发完了，一会儿再这个。好，现在这个天气可以吗？你说早上喝，现在都有点啥了。你少接，别教着自己啊。你接半腿咬着先试试，就这样，一个腿上，这样平端着，哗，使劲往外甩。对，你别这样，夸一扣自己的，就是侧着点啊，刷下了，刷，对，使点这种功，这样式的，别一下全扬出去，就这样慢慢，哦的，是变的，这把整不成功，下一把，那个多整几遍，真的大罐里啊，大家这么开的，就烫自己啊。东北这里没有准备羽绒服的，所以现在要接的，老板娘民宿的这个被子。看什么时候来呀、啊？来年小朋友，姐，对不起，英子阿姨，整个哭脸儿，拜拜了，想你了，枉费想你的呀。老安，给我整的心都不得劲儿，他有的都住好几天，他就有点舍不得，舍不得我。真贱。老板娘好，昨天那俩小孩就在这聊聊，不会整手机，给老板娘整手机。担心我的钱美串上了，携程了，担心我的钱收不到。给我一点呢，就是那个什么，辣椒油。辣椒油。这个韭菜，这个韭菜炒鸡蛋啊，我们那边没有这个特色的辣椒。都给你端上了，你用多少就快多少。好，谢谢。先尝一下这个鱼，看看什么味道。看熟了没？米饭呢？你等熟了没？当然没熟。好新鲜，味道可以。我尝尝。新鲜的东西吃的还是不一样。这个鱼蛮好吃的，是我来这里两天最好吃
你先吃个鱼，你说一下你的哪里觉得好不好吃？特色，但是淡水鱼它就有那个，它有骨头炖，很肉的吃劲，反正它还是活的，新鲜的，怎么做都是蛮好吃。韭菜，越南呢？越南基本上不吃哈，不吃韭菜。嗯，天气冷，这个不太合适。在这里最后一样一顿菜，好吃。Nice.